奔向胜利，市立人犀牛雕塑展与牛星乾坤陈嘉玲新五牛图作品展同时于2021年4月23日亮相于上海国际贵都大饭店公共空间。作品展将从2021年4月23日展至2021年12月31日。金刚在线，生生不息，牛性乾坤，奔向胜利。正性，它需要有一种冲劲，它需要有一种干劲。好，我们正式。今年84岁的本命年艺术家陈嘉玲先生与唐代韩晃的五牛图跨时空对话，巨制牛星乾坤与施利人的犀牛雕塑并置，让来往的游客强烈感受到牛气冲天的氛围，感受到人类不断进取战胜疫情的强大精神勇气，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牛所代表的勤劳兴旺富贵之意。这是开业至今30年的上海国际贵都大饭店首次举办雕塑艺术展，通过对上海荣古烁今城市力量和海纳百川城市精神的全新展示，成为打造贵都文化艺术酒店的重要标志。